印尼一个大学，我去参观的时候，校长接待我，告诉我，学校有一门课程叫比较宗教学。我听了就给校长报告，我说这一门功课太难了。他问我难在哪里，我说比较宗教，这个人他的德行、他的学问要超过释迦牟尼佛，要超过耶稣，要超过穆罕默德，要超过摩西。他听了的时候都呆了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你不超过他，你怎么能批评他？你怎么能比较？”他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不能叫宗教比较，宗教互相学习，用真诚恭敬的心态互相学习。”哪个宗教都可以修，你怎么能批评呢？老师可以批评学生，可以让学生的这个课程作业来比较，学生跟学生都困难了。用比较的心态，什么都求不到。结果比较什么？全是错误。你错了不要紧，你还影响社会呀。那你要不要负因果责任？圣贤人的态度，我们看了听了叹为观止这夫子求学的态度，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。释迦牟尼佛的修学态度，在华严经经题上他说的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注得很明白，释迦牟尼佛一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全是古佛所说的，他没有在古佛所说经上多加一个字，比孔老夫子的态度还要严格啊！孔老夫子只是说述而不足啊。那释迦牟尼佛，我没有在古佛经典上多加一个字。我们能相信吗？年轻的时候不相信，现在相信。为什么？现在明白了，佛佛道统啊，你成佛了。你的智慧德能跟其他的佛平等的、相同的。佛教导人要学谦虚啊，要学礼让啊，不要争啊。我们既然完全相同的，那不对，那全是你说的吗？那全是古佛说的吗？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所以他把他一生修积的功德全推给古人，这是我们应当学的。六道众生那种傲慢，那种嫉妒心，根本烦恼圣贤佛菩萨
示现的这个是教我们断烦恼的方法。你看他心多清净，他多自在，确实做到一尘不染，清净本然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不怀疑。依照佛陀的教诲，我们认真去做。佛教我们念佛，我们认真念佛。人越多越好，集体意识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大。科学家告诉我，甚大到什么程度呢？甚至可以改变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轨道。它轨道的时候越出了，你就有能力把它修正到这种程度。所以整个宇宙啊，太阳系也好，银河系也好，比银河更大的星系很多。华严经里面看华藏世界海，有两篇专门讲这个问题。华藏世界品，世界成就品，专门说这个问题。怎么成就的？总的原理原则不外乎自信所现，心现心生，设法界一真庄严的变化，那是分别执着所变的。所以有分别有执着，就有设法界。没有分别执着，就没有设法界。所以设法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有起心动念，就有一真法界。诸佛菩萨的十八土，他们居住的环境，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他的境界叫净土，十法界是秽土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这一句话说的佛说的很多啊。智性一处，无私不办。你要把心定在一处，那个力量就太大了，无私不办。我们现在的心是散乱的，像一盏灯一样，光四面八方去发射。如果把这个光集中到一点，那个力量太大了。现在讲极光，把它集中在一点。你看散乱的光，你一张纸都不能透过，如果把它做成激光，连钢板都能够穿透。不同样的光吗？集中在一点。所以佛说
我们能够把心集中在一点的话，至心一处，念佛就是用这个方法了。虽用这个方法，你的功夫不够，你这个心还是往四面八方跑，收不住啊！收在一处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收在一处啊，就是佛家讲的你得定了，你心定在一处了，定在一处，六种本能恢复了。六种本能我们叫它做神通啊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续命。天眼，我们经上讲我们的本能，我们眼睛睁开能够看到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不需要用任何仪器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听得清清楚楚啊。这不同的星系就像不同的频道一样啊。我想看哪个星系，那个星系就看得很清楚。想听什么声音，声音听得很清楚。不需要借用机械的，是我们的本能。我们动一个念头，一切诸佛菩萨知道了。有的时候动念头自己还不晓得，别人知道了很清楚。念头太细，时间太短，自己不容易觉察，别人知道了。这诸佛菩萨了，清净心的人。那心地不清净的呢，像六道众生，他也知道了。他知道就跟着这个念头产生变化。我们的善念就产生善的变化。我们是恶念就产生恶的变化。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我们咱们接着看下面，如上所引，观佛三昧经。这前面曾经引过，我们的印象还深。实则曰：我与十方诸佛，即贤劫千佛，从初发心，皆因念佛三昧力故，得一切种智。一切种智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如来所证得的。怎么证得的呢？得记住念佛三昧力故。三昧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镇定。念佛，把杂念全念掉了。念佛是用这一个方法，用这一念，把杂念全
取而代之。啊，一切杂念换成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。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不再有杂念了。这叫念佛三昧。这就是至心一处的一种方法。啊，用阿弥陀佛的方法，至心一处。一处是定啊，就禅定啊。禅定时间久了，就开智慧了，叫豁然开悟，这智慧就开了。智慧开了，问题就能解决了。像前面所说的，众惑皆转，这问题解决了。啊，对自己的现实，我们讲对自己身体来讲，啊，你的身心不健康，你有很多毛病。如果你念得三昧了，你所有一切不健康的地方全好了。不健康是身体，五脏六腑出了毛病啊。你的细胞里头有病毒啊，病毒从哪里来？从贪嗔痴慢疑来的。你能把贪嗔痴慢疑都念掉了，只剩下一句佛号了，你那些身体里面带着病毒的细胞啊，通通恢复正常了，它就这个意思，自然恢复了，你身心恢复健康。所以这个里头有道理在啊，就是境随心转，我们身体是境，我们念头是心啊，身体整个这五脏六腑的组织啊，这些细胞全都听念头的话，你的心正，你的身就正，心邪，身就邪。心要是恶，你的细胞都变成带着有病毒的了，就跟江本博士水试验一样的情形，一个道理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水试验，我就了解了。啊，怎样保护自己身心健康？没有别的，保护自己的正念，不能有邪念，不能有恶念。啊，别人得罪我、回谤我、侮辱我、陷害我，我用好心对待他，不能用怨恨心。用怨恨心嘛，自己先得病。啊，我用善心对待别人，用宽恕对待别人，不去跟他计较。啊，知道他的本性是善，他习性不善。本性是真的，习性是假的。常常想到别人好处，不要想到别人的不善处。对自己最大的好处，身心健康。啊，如果跟别人斤斤计较，他受害三分，自己受害七分。你要把自己身心健康做代价付出，这不值得了。
啊，有智慧的人、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。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，啊，看一切众生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，满心的欢喜。啊，人生活在欢喜当中，他怎么会生病？没这个道理。啊，劳心劳力都是正常的。啊，真正得病呢，就是心有不善的念头，这个容易得病呢。啊，所以教育重要了。我们看到华藏世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看到极乐世界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，美好到极处啊！什么原因呢？这个世界里头的居民，一个恶念都没有，一个杂念都没有。原因在此地啊，有因必有果，所以他这个世界里的美好，这世界里找不到一点缺陷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人都觉悟，都回归自信，也像极乐世界一样，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一个恶念，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就没有两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在这个太空当中，每一个星球都可能变成极乐世界。每一个星球也可能变成娑婆秽土，跟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一样。在人心的觉与迷呀，啊，佛菩萨慈悲也，应化在世间，帮助我们救。救济贫苦，佛经上常说，那个贫，不是物质生活，物质生活贫苦，无所谓。知识的贫苦啊，那才是真大的问题啊。啊，所以佛救济贫苦用什么？用教学。帮助你认知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你真正认识了，念头一改变，你的环境就转了。一个人就一个人转变了，一家人觉悟，你一家人转变了，你这一个地区的人觉悟，
这个地区就改变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以前我们是在圣贤典籍啊经本上找到这一些理论啊这些方法，我们自己依教修行啊，修行两个字也要搞清楚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我们很多想法看法错了，说法做法也错了，把这些行为修正过来啊，标准是圣贤的教诲啊，确实我们自己改变了，真的离苦得乐了。也就是对于苦乐不再计较了，不再执着了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真好，真快乐啊！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从五十三参里头学来的呀，啊，这些道理，啊，这些方法，啊，教诲如何落实在生活上，做了五十三参，完全明白了，会用了，啊，你一家能转，那么你的家庭真的是菩萨家庭啊，也就是觉悟的家庭啊。佛经上觉者之家不一样。